啊，这七个男生呢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作品或者是戏剧作品，出道时间长短不一。难道这七个人的座位是按照目前知名度来排的吗？因为如果照这样看起来的话，第一排中间那个就是所谓的 C 位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。对，达成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的话，你要坐第一排的中间 C 位，还是要坐最靠近 S 的地方？哪一个是比较好的位置啊？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比较好的吧。为什么？因为离你很近啊。那我土味情话开始。请不要。你不是我的菜。武嘉诚不是你的菜吗？嗯。他怎么了？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太老实了。他长得老实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坏哎。我是说周逸轩。哦，周逸轩长得很老实。对。憨厚。武嘉诚比较是你的菜吗？武嘉诚，可是他双眼皮太深了。要单眼皮的吗？我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单眼皮的人。好像真的没有。没有。Oh no！ 那我们今天录影就到这边结束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晚安。花花万物，常年陪伴。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